酱炒了一个猫眼螺，这个猫眼螺哈里面的肉所有的东西都能吃，但是它的形状呢，里面的形状和这个海螺哈有点相似，看一下。特别嫩，除了这个不能吃。随着它这个螺纹啊，这个抠不出来。浪费在这上面，随着螺纹旋转一周就出来了。看看这个肉，这个黄特别棒。这个也可以，那个凉拌吃的，啊，过瘾。